阿宝，你觉得二哥一天要打三份工作，还要照顾你，然后二哥还要读书，辛不辛苦？很辛苦啊。你自己不是也说过吗？妈妈跟大哥就是因为很辛苦、很累，所以上天堂啦。那二哥也上天堂怎么办？那就对啦。那你帮二哥一个忙嘛，乖乖的跟美心姐姐出国去读书，这样二哥就不会很辛苦啦。啊？真的吗？对啊，阿宝坐飞机去念书，二哥就不会很辛苦了吗？嗯。可是，现在妈妈不在，大哥不在，瑶瑶不在，如果阿宝也不在的话。二哥，你会不会很寂寞啊？不会啦，你想啊，阿宝出国读书，很快就回来啦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洋洋也回来啦。到时候我们一家就可以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阿宝就跟新大嫂一起出国去念书，然后早一点回来。嗯，那二哥，阿宝不在的时候，你要乖乖听二嫂的话哦。好，你要乖乖听梅心姐姐的话哦。清俊，真汉他有事要找你商量，阿宝交给我吧。乖点，梅心姐姐话。我跟你笨笨，要叫大嫂了。怎么样？阿宝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他已经答应要出国去读书。新俊，我跟这边的诊所签了1年约，明年才到期。在这之前，美心会好好照顾他，别担心啊。谢谢。坐。好了，现在阿宝事情解决了，接下来。我们该考虑洋洋的事情了。那你想要解决办法了吗？嗯，我是这样想：如果范家真的恶意虐待洋洋的话，我们又何必客气呢？不过我比较麻烦的是，这件事情需要小溪的帮忙。小溪？公司啊，哦，他带演员去练钢琴了，这么刚好啊？嗯，什么？哦，没事啊，我上去看洋洋喽。哦，好，去吧。洋洋，你在做功课啊？洋洋，你跟二嫂说。是不是有人虐待你？不用怕，现在没有人，你跟二嫂说嘛。你不要怪阿姨没有提醒你哦。
要不是我们请律师帮他摆平，他现在可能去坐牢咯。没有。娘娘，我跟你说哦，阿宝要出国了。出国？去哪里？阿宝要去加拿大，后天就要走了。美国上那个加拿大吗？是啊。那他会来跟我说拜拜吗？不会。爸说这段时间都不让他们过来看你，说怕会影响你。没关系啦，阿宝他过几年就会回来啦，到时候你就会看到阿宝啦。这个位置应该可以找到全部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哦，那个熊宝宝很重要，你不要乱碰它哦。嗯，好，赶快做功课。很快的，阿宝跟着他的新大嫂飞去了加拿大，牵牛花之家虽然又少了一个人，但是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阿宝，你放心，二哥要好好守住这个家，等你回来。你在干什么？说书报准备上学啊。不急，等一下。
这只狗，你拿得到吗？拿得到啊。你要怎么拿？因为我是店啊。你拿给我看。 你为什么要偷钱？那偷钱呢？那这钱哪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撒谎！你，哎，建博，建博，你先别气，你先别气，啊，你下楼去，我来处理，啊，别气，别气。 有钱，对呀，好奇怪哦，这里面怎么会有钱啊？很奇怪吧？去蹲着。我们今天多一份奖励哦。 噔噔噔噔，那好，手抬高，直伸，脚蹲好，头抬起来，哎，脚别动，不要抖，头。 顺便帮你们送过来。妈，有这种事情不用麻烦你了，自己去就好了。你们两个都上班嘛，反正我也闲着，少花点时间喽。哎，你怎么不用去事务所吗？怎么了？没有了。 你是不是跟大宇吵架了？没有了，妈。没有，没有。你为什么看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？有什么话尽管跟妈说。嗯。大宇假冒庆俊的名字，写了一封恐吓信，寄去庆俊的学校，现在害得庆俊被学校取消学籍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跟我说，他是为了范建福争取养了抚养权，他才这么做的。啊，那他也是为了工作嘛？妈，他害庆君没有书念呢，你这样你也同意吗？这是庆君一辈子的前途哎。哎，大宇这孩子也真是的。 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在考虑要不要跟庆君说。可是那孩子个性很冲动，他要是知道了以后，不晓得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，这样不是更不好？更何况你跟大宇是夫妻嘛，你多少要为他想想。 喂，是我，你方不方便见个面？在哪里？好，好。
什么事找我找的那么急啊？最近家里还好吗？还好啊。阿宝要出国读书以外，其他都还好。阿宝要出国？郑汉帮他申请到了奖学金，他未婚妻会在那照顾他。哦，那就好。反正我多打一点工作，分担一些，也蛮好的嘛。这样也不错啊，减轻你的负担。我上次请你帮我问那恐吓信，结果怎么样？我问他了。结果呢？他承认了。我就知道嘛，王八蛋！啊，他死定了！你先不要那么激动，你冷静一点。你要我怎么冷静呢？现在是我亲弟弟耶，是你弟吗？没关系啦，把我弄回学校就算了。现在连我弟都不让我看他，好啊。哎，我们家有没有欠他这么多啊？我到底得罪他什么了？之前弄夏天，现在来搞我，就欺负我们家穷嘛，没有关系啊。懒得跟你讲话做事啊。夏千俊，千俊，你要去哪里？报警抓他。报警？报警根本没有用的。为什么没有用啊？你要想想看，那封信上面除了你住校，也有我的指纹哎。所以如果你报警的话，他们会怀疑是我，根本不会怀疑他。他怎么那么贱呢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嘛？我叫他来跟你道歉，甚至下跪都可以，然后我叫他弥补你。你好好笑哦！道歉有什么用？用什么弥补？送我去耶鲁读大学？我被他搞到没有学籍耶！我自己想办法。庆俊，看恋人爱成路人，换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？我明天有一个重要客户约了吃晚饭，需要戏班参加，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随便。我这边有几张百货公司的礼券，你要不要带妈去逛逛？随便啊。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去让夏千俊打我一顿好不好？还是你要我去自首，让律师工会吊销我的执照？你不用这么做啊！你不用我这样做，那你就原谅我。我已经原谅你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去跟范董报告一下，下次出庭结果应该就会出来了。江律师，这次应该对我们比较有利吧？对方主要的目的是敲竹杠，我们现在把事情理清，就算要赔，也不是对方开出的夸张数目。江律师，那我先走了。
先生，你有需要挑什么样的商品吗？我需要项链，精致一点。是送人的吗？对。那是女士咯。嗯。那我们这边有几款项链都还蛮适合女孩子的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大宇，要不要进来坐啊？不了，我刚才经过珠宝店，看到一条项链很适合你，就买来送你了。是，你为什么要送项链给我啊？没有为什么，就看到项链很漂亮，就想买给你。谢谢。真的不进来坐？我不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家哎，我回来看养羊，还需要跟你报告吗？你会不会搞错时间了？这个时候养羊应该在学校吧？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连学校都不让他去啊？你说话客气一点，我对养羊那么好，你也都看到了，别诬赖我。我懒得跟你啰嗦了。真假的，阿宝也会写 email 啊！快快快，来睡，哎，谢谢。二哥，我是阿宝，我已经到加拿大喽。这边的风景好漂亮哦，每天能看到的地方都好宽好宽，跟台北完全不一样呢。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新学校。这边的老师跟同学都是黄头发白皮肤，人都好好哦。虽然我听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，可是他们都一直对我笑哦。新大嫂说老师和同学都说阿宝好可爱，嘿嘿嘿嘿。看来阿宝很适应那边的生活，和每些同学也处得很好。阿宝就是这样，到哪里都得人缘。还有新大嫂做的早餐跟旧大嫂做的一样好吃哦，阿宝每天都能吃到新大嫂做的早餐，好幸福哦。以后我要跟新大哥新大嫂每天一起吃早餐。二哥拜拜。没了没了。哎，进去啊，我们只要知道阿宝现在过得好，那就好了。我回来了，东西拿回来了。来，怎么样？我急着回来，还没有看呢。
你怎么都只录到这些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我先去上课，你先看啊。好了，你先去。正汉，我先去上课哦。哦，好。你们辛苦了啊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？正汉，你先帮我看一下，我上厕所。哦，好。倒去给你看，来，这是他在做什么？看起来他好像偷偷把钱放在洋洋的玩具里面。哇，怎么那么贱呢？你快讲，快讲，快讲！哎，这这这这，来，啊！脚端好，端好，端好！我头抬起来，手伸直，再抖。我伸好，伸。滚不让好看，我就不叫夏清俊。清俊，你不要阻止我站那个。我不是要阻止你，既然要去，就准备好嘛。不然这样去闹事，对养儿也没帮助啊！你等一下，清俊，有了这个，我相信今天就能把养儿带回来了。还轮不到你耍流氓！我看洋洋就是跟你学坏的。我没去找你，你倒反过来找我。我问你，洋洋偷钱是不是你指使的？我还没讲你，你敢讲我？你真的是……清俊，阿伯，赶快报警！报警啊，最好啦！看警察来是抓他还是抓我啊？赶快打电话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！什么意思？问你旁边这个啊？看恋人爱成路人，管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。报警啊，最好啦！看警察来是抓他还是抓我啊？赶快打电话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，什么意思？问你旁边这个啊？范先生，我们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养羊在你们家遭受不当管教，甚至是恶意虐待。如果报警的话，大家都不好看。什么证据？二哥，洋洋，过来。过来啊，你怕什么？范先生，证据在这。我建议你好好看一下。如果我把这个交给媒体，你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崩盘。什么证据啊？哎呀，过来。二哥。没事吧？
啊？走，跟他哥回家。我回家。啊！范建福，你要是敢再过来跟我争养羊，我就把这东西给媒体，我看你怎么样。回家。你要带他去哪里？怎样？你平常不是很强悍吗？在家把我管得死死的，去到人家就变笨蛋。你不知道我，你永远没有钱。不知道，人家栽你赃了，不知道。娘，我们已经知道钱是你阿姨偷偷放进你玩具里面的，所以钱不是你偷了，别难过了，啊。他们到底有多想打你？想打就打。每个人都打你哦？没有了，是阿姨。那你也帮帮忙好不好啊？你不会打电话跟我讲啊？可是我等到跟你讲，你就会被抓去坐牢哎。你要跟你讲多少次啊？我没事。就算我被抓去坐牢。就算我怎么样，就算我死哦，我都不会让你被人家欺负了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太阳，我们回去那个有牵牛花的家吧。再想不到，你居然对待一个才九岁的孩子这样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良心？当你在外面拈花惹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良心在哪里啊？那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因为你比我恶劣千百倍。我当初如果没有怀着远远的话，你根本就不会娶我，对不对？这些年来，我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，你呢？你却在外面带个野孩子回来。洋洋是我的亲生骨肉，野孩子，他不是野孩子，他就是野孩子，他是野孩子，他，你打，你有本事你打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这样子害养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范建福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会不清楚吗？你在外面的女人，一个又换一个。今天你人把养羊接回来，谁敢保证改天又有其他孩子要来认你这个爸？
对，你钱多，你无所谓。而我呢，我总得为我自己打算吧。所以你虐待痒痒，只是为了要赶他走，不让他分我的财产。哦，你想通了。我跟你夫妻这么多年了，虽然感情淡了，但至少还有亲情在。当你心里只有欧阳阳的时候，我跟远远在哪里？我跟远远在哪里？你说。我给你两条路走。第一，我给你2亿，我们离婚。第二，我报警告你虐待小孩子，你自己选择。我知道我年纪大了，比不上外面的女人，但是我万没想到，我不如一个欧阳阳。范建福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在外面的风流债我不闻不问。我努力地维护这个家，而你现在要用2亿打发我走。我知道我对不起很多女人，包括你。你对家里的付出我也不是没看见，只是你这样子对待杨洋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走下去。你拿了2亿之后，从此我们各走各的。要离婚可以，勉勉我带走。我没有了婚姻，没有了家庭，我只剩下远远了。看恋人爱成路人，管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。我没有了婚姻，没有了家庭，我只剩下远远了。江律师，明天到我办公室来。哎呀，来，鸡蛋。你要不要？
心眼。不送啊！看耳朵，我们来看看耳朵啊！我疼你就好。哪有疼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跟你玩了，太晚了，来睡觉了。看，放我睡觉。这是干？感冒。小弟被子啊。晚安。晚安。哥，谢谢你。睁开，我希望你已经消失了。啊！你这大懒妆是要几点啊？我真的好后悔，我好后悔把你接回来啊。哎，来不及了。我现在每天呢到加油站打工，欧阳大哥这样可以吗？嗯，看来哈、我才是你二哥吧？可是我负责管教你啊。啊？谁管教谁？谁管教谁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要玩了啦，赶快去刷牙了啦！不要，我是票呢，洋洋来帮我，快！谁啊？谁啊？没有照顾好洋洋，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你说点什么吧。什么？没关系啊。凭什么？明明就是他。洋洋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你一定不肯原谅我，所以我想，洋洋暂时还是先跟你住。洋洋，我是希望，也许半年或者一年，也许3-4年之后，你能不能让我再把洋洋接回来？我保证到时候我一定亲力亲为的照顾他。绝不让他受任何委屈。你想都不要想了，我不可能把养给你，而且你的保证一点用也没有。谁知道你看不到的时候，你的老婆会对他怎么样？而且那个女人手法很恶劣。其实你们已经可以不用担心她了，我已经跟她签字离婚了。一扇车门关住我们的裂痕，一生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。爱无法均分，以后就留给你们，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。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。既然爱不能
就给你下一个人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朝他狂奔，不能放任，所以放了，这点痛我还能忍。我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分得够狠，你才有借口转身，宁愿爱一点不舍。也不忍看恋人太沉沦。